谢谢你大方的邀请封家还有我来到总统府表演，我想这应该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总统府有皇后表演的地方吧。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让台湾这么多个第一个成为的，像是婚姻平权，还有当上我们的台湾第一位女总统。然后也要谢谢你为这个国家的贡献，让我可以成长到今天这个样子，因为你帮助了我们。我觉得今天人可以长到他们的样子都要有个很好的土地，然后谢谢你栽培了我们台湾这个土地，保守我们的家园，让我可以成长到今天的样子。少年叶永志的性别平等教育日，后天也是我们国际不再恐同日。过去几年政府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，也完成了婚姻平权，就是希望在民主自由的台湾，无论性别气质性倾向，每个人都可以展现自我，也能和自己相爱的人成家。那么现在的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，台湾的妮蕾雅是世界的皇后。那妮蕾雅将在今年的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演出，让更多人看到台湾的文化。想对你说，我要再次谢谢妮蕾雅，如同当初卢保罗给妮蕾雅的启发 ：If you can't love yourself, how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？ 我相信妮蕾雅的成长历程也会带给许多台湾的年轻人勇气。能够无所畏惧，保留真心，做自己。谢谢。非常有荣幸可以来到总统府表演，然后致辞给蔡英文总统。因为我的即兴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大概写了一些东西，但是也有很多即兴发挥的部分，因为我没有写完。总之，谢谢你大方的邀请封家还有我来到总统府表演。我想这应该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总统府有皇后表演的地方吧。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让台湾这么多个第一个成为的样子，像是婚姻平权，还有当上我们的台湾第一位女总统。然后也要谢谢你为这个国家的贡献，让我可以成长到今天这个样子，因为你帮助了我们。我觉得今天人可以长到他们的样子都要有个很好的土地，然后谢谢你栽培了我们台湾这个土地，保守我们的家园，让我可以成长到今天的样子。当然也要谢谢我的妈妈，但妈妈生长在台湾，然后就是你让我们有了这个家可以茁壮的成长。然后我不是擅长用语言表达的人，所以我今天用了 Marry the Night by Lady Gaga， 还有这个衣服。这个衣服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台湾特有种的黄莲花，它是一个小黄花，然后它也是像莲花一样，来咯，粗
淤泥而不染。我应该没有讲错了。总之它就是生长，它需要非常多的泥巴才能长得漂亮。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有很多政治困难，也有很多生长在污泥当中的事情人们。那我们因为有你的榜样，可以展现出我们的美貌，然后成长成美丽的样子。所以谢谢你这八年来的贡献，成为我们台湾的妈妈。